When you see.由我带头，你们负责戒备四周，跟我走。听好了，接下来可能会遇到怪物，自己的性命自己顾，知道了吗？潜伏在四周，提高警觉。老百姓，不要脱队，想活命就跟紧我。这是紧急情况，老百姓也会参加战斗吧？不战斗，可是会变成那些家伙的粮食哦。别说那种话了，我们会尽量保护你的。你是第一次拿枪吗？可别吓到发抖。把枪口对准敌人，扣扳机，就是这么简单。那也要手别抖啊！电梯在这边，就是这里，解锁隔墙。有怪物！伙伴正遭受袭击。朝怪物开火，数量太多了啦！救救我们！怎么会那么大只？快看那只羊，要是被咬到就死定了！一失足便发火，全部扑灭。救了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逃离地下吧，向电梯前进。电梯无法启动，电缆都被破坏了，这路线行不通，回头吧。既然无法使用电梯，有 AFB 用的通道，从那边往地面前进吧。我来打开隔墙，你们退后。走 AFE 用的通道，这里很陡，要小心。朝地面前进，跟我来。有个可以打倒怪物的王牌，楼上应该有战斗机体的机库才对。有声音，只要有战斗机体，就不会输给那种怪物了。有怪物！伙伴危险了，快帮他，快冲过去掩护伙伴。太棒了，不错。
天分。在这里比较好，要走了，跟我来。机库里应该有战斗机体才对，是那个像机器人的东西对吧？这里有没有人会开战斗机体呀？中士有执照，交给我吧。就是这里，我要打开了。啊！怪物跑进来了！这些家伙，你怎么居然往我脚臂跑进来了？可恶，战斗机体都坏了，全都被破坏了。总之先打倒敌人再说。这些家伙喷出来的是酸液，是想溶解我们吗？这可不开玩笑的，我才表面喷出来。要是没喷到就糟了，咱们赶到前歼灭他们。这些战斗机体都坏光了，一下都不剩，这下糟了。算了，我们离开这里，跟我来。清楚再说。即使这么危险，你也要战斗吗？那当然。这可不是在玩。发现敌人反应，你有怪物？到底有多少怪物啊？知道不得不战斗，但这么大一群，这里是我们的产地吗？别欺负我！搞不好就是那样哎。有没有人可以回答我？我们正在地下与怪物交战中，请求救援。没用吗？冷静！明明出现了这么多怪物，地面那些家伙都在做什么呀？救援部队一定会出现的。往这边。跟我来。那种怪物会不会是从哪个动物园逃出来的呀？真奇怪，这可是一群十公尺怪物聚集成的集团哎，在事情发生前应该会有人注意到才对啊。难道说他们躲在一个很隐秘的地方吗？即使在这种状况下肚子也会饿呢。挺有道理的，战斗就行了吧，轻轻松松了。啊，好危险啊，后退。天花板要塌了，通道被堵住了，天花板破了个洞，怪物从洞里出现了。我会想办法的。你住口，数量太庞大了，这么多怪物之前到底都躲在哪里啊？简直是噩梦，我本来就会失眠了，要是害我更睡不着，得找谁负责呀？先思考要怎么活下来吧。救援部队还没来吧？为什么无法发现？你为什么要接受这个任务啊？虽然你只是个老百姓，却很有胆量。你很适合当军人了，要不要干脆签下去了？改变前进路线吧，往这边。继续往前走。之后给你个很就在这扇隔墙另一头，或许有怪物，提高警觉，要打开隔墙了。请等一下，中士，我要做心理准备。门的另一头绝对是一堆怪物啊。准备好了吗？我要解锁了。搞什么呀，竟然敢吓老子，真是够了，赶紧往前吧。真没想到会在基地中遇难的，为什么地面那边没有任何消息？他们一定正在准备救援小队，
救援部队差不多要到了，现在一定正在地面待机。请回答，我们想知道地面的情况。可恶！为什么地面的面都没有回应啊？或许是发生了什么问题吧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应该都不会比现在的我们惨吧。地面一定有救援部队，出去就得救了。我有想要守护的人。那些怪物搞不好是哪国的兵器吧？怎么可能啊？说真的，没有比生物更可怕的军队了。我有看过这种科幻小说，是讲老鼠跑进太空船的故事。老鼠在太空旅行中不断的增加，最后把粮食全部吃光了。跟机械不一样，生物是会繁殖的。喂，等一下，难道说那个怪物也会变多？谁来指挥一下？中士，原来你没事。我要到地面上去，把隔墙打开。这可不行，隔墙的另一边似乎有怪物。原来如此，但是就只有这条路了，必须消灭怪物。打开隔墙。是，长官。真的假的？侦察队已经发现敌人。侦察队已经数量比想象中还多。数量太庞大，别怕，把他们全部消灭。我不是中弹的，去死吧怪物，去死，去死。冷静点，保持镇定。我还受不了了，混账啊，做梦也没想到居然要跟怪物战斗。出口不远了，只要回到地面就得救了。你都加什么酱在荷包带上？你真的是搞笑高手哎！没问题。到出口了，与部队会合。想要即时获取免费游戏的消息，只要在专业的 following 里选择 Cephas， 并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打开铃铛，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最新资讯啦。